反正如果在上海你没有什么搞不定的，就给我打电话。上次我不是把电话号码给你了吗？给你了吗？不是我给他了，你不知道而已。那这样吧，我打给你好不好？我打这一次你就知道我的电话号码。这样吧，我来打一个视频电话。可是呢，我不知道会打给夏小时啊。但是有一个前提是，打视频电话的话，你需要我需要先请求你通过我。所以，如果你拒绝通过我，我是没有办法打通这通电话的。所以我现在要拿起电话来申请通过你的微信好友。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们不需要拿出电话吗？有信号吗？你们我要添加了，我添加了我的验证申请是我是李宇春。发送已成功。我在等待，他通过了，有人通过了，所以我现在要拨通这个电话。我打了，他们会给我挂掉。我打了，我其实有点紧张。他接了。看一下我自己长什么样子。
其实听不太清，我听不太清楚，说吧，我听不太清。这样说好吗？算了，我听不太清楚讲话，我跟你讲。我觉得是难得嘛，难得我们这个是通过这个电话来交流，然后我四月份呢一直在家里面接电话，整个家里面接电话。我今天这个功能已经比较熟悉了，然后呢我就想通过电话呢给你唱一首歌曲。你可以坐下来，你可以坐下来。然后呢，我就想通过电话给你唱一首。Sorry， 只是忽然很想你。谢谢你，棒了啊！我发掉了，拜拜。